我是季萌萌，是个自由摄影师。平时寻找构思和保持持续不断的灵感，是我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。长期忙碌的工作，已经让我很少记得给自己喘口气，放松一下。给手机充足电和给自己补充能量，其实都很重要。这是我工作之余犒劳自己的一个方式。身体疲惫的时候，煮一些甜汤，像银耳羹、桂圆红枣汤、水果茶、绿豆汤等等，每天换不一样的。所以有一个神器陪在身边很重要。这款养生小白壶没有复杂的按键，五个功能键，简单直白，一目了然，不用看说明也能直接操作，却能满足我绝大部分的日常所需。工作的时候它就静静地在旁边煮，没有灵感的时候盯着它发呆也会突然文思泉涌。咦，煮出来的银耳羹还挺好看，正好相机在手边，拍几张记录这个瞬间。拍完之后喝上一口，闭上眼睛，刚刚的疲惫在甜汤进入口中的一瞬间慢慢消逝。我看见了海，看见了飞鸟，我仿佛置身星空，又好似耳边有烟火绽放。今晚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。